各位同学，我们现在来试一下在家里头下脚上不平压。在家里的时候呢，就是先练习，法式也没有关系，你就是挑一个椅子或者是挑床，然后再来呢，你就把这个头放在比较下面的位置，然后你去做平压。肚子用力没关系，因为肚子用力就是你在做法式。如果你觉得刚刚那样太简单还不够高，你可以把高度再增强。哦，我的天哪！好，然后呢，我们一样哈。我是在做法式哦，如果法兰佐就很简单。然后你现在接近倒立的话，因为你还不习惯，所以打上来的时间就会增加。